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随着养花的人越来越多，新养法也越来越多。比如养长寿花，有人发现用一种纯天然营养液，长寿花喝了枝干粗壮还催花，这种营养液便是芦荟汁。芦荟叶子肥厚多汁，富含胶原蛋白、维生素以及氨基酸、矿物质。 这些养分物质可以加快植株的新陈代谢，促使根系生长，使得植株长得更加旺盛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将新鲜的芦荟叶榨成汁，与清水一起加入瓶中， 保持20度以上的温度，大概发酵20天就可以食用了。 将芦荟汁取出，兑水稀释80倍左右， 就成了营养液，直接给长寿花浇灌即可。这种营养液纯天然，肥效却不低， 而且惠而不费，不用花钱，每月用两次，2个月后便有明显的效果，花期也可以使用，其催花效果也不错。平时养护坚持使用，慢慢的长寿花长得越来越粗壮，不但长势旺，还很快长成老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